OK， 就我们来实测一下莉莉丝作为队长的上修强度，出发。可以带阿图姆龙科，你说队长吗？不用啊，这样组就行了。OK， 然后我们这边直接火猪骑手，好不好？如果可以的话，都是火猪骑手，这样就添加一大坨火猪，就可以让火属性的队员直接烧起来。哎，这队没有间距啊！如果你没有带机械族那个属性的接触，就没有间距了。那所以我们没有带火机械族，所以火猪骑手的话，就让火猪多添降一点。你看伤害是高蛮多的。OK， 左边是火外落攻，有点惨。所以总共时间，如果你有带魔族的腐化龙科的话，那个转速时间超级够，有吗？超爽，超爽。超派的这个转速时间，对吧？随便乱转，时间都超够。把夏娃换成露娜，没差啊，反正我们前期打过，就这样配也行。你看他要死了 ，OK。对，我们保险一点，再拉一个黑化八风的角色猪，好吧？这颗光珠要塞在这里，哎，这队我觉得真的有料哎！整个时间直接先加分，这个整个时间先加个50分，太爽了！几秒转珠不知道，就很多，爽到升天。OK， 过了，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队的平砍伤害了。水珠骑手这边没有了那个凡人的。凡人的减少伤害敌方盾牌，哎，木珠风筝，完了转珠有乱流，好，洗技能吗？不用洗技能，吧，有龙科第二关就可以过了、啊、，OK， 1000亿。所以这队平砍大概落在1000亿左右啦，如果你有消耗6种珠子的话，我这边直接手转，啊，开个龙科去无视拼图盾，哇，这新珠好多、哦，所以龙科开启，这段时间真的很爽，对啊，你体验过盖那个地狱之后，你就知道这有多爽了，所以感觉带个魔族队员真的好很多。这比较符合正常人会接受的转珠时间。这边技巧性留一些暗珠，下一关可以洗技能。OK， 1900亿，这也不是坐牢，对啊，不是坐牢，你可以随时放手，不是排珠就不是坐牢。然后我们有加20，所以血量刚刚好。还可以开这个了，所以啦，然后我们要消一组10颗，哎，要消10颗珠子以上，它天降就会能够直接回满血，然后消暗珠也没差，因为这对无视连击，哇！而且我们进入黑白符石的状态，我们就可以有减伤80%，好爽！所以现在我们防御力是最顶的 ，OK， 然后我们这边直接转珠。这边我们不要消暗珠就行了，然后尽量可以的话就是光珠、欸，其实都现在没差，因为都有间距了，只要我们有6种符石消除就行了。然后我们这边不要消暗珠就好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单开路西法的一个伤害水平，终于要来了吗？这队的完全体来了，好，来试试看，各位看一下有多嗨，是你吗？路西法啊，看没开共鸣哦，对哦，哦，1000，好，很普通。我们来开共鸣，忘记开了，靠腰，然后再开这个二技能，可以，好，然后，哎，所以我们现在等于是有减伤，然后又没有黑白珠，哎，好爽哦，啊，进入共鸣就吃烧钱。右上方的图示痕迹有没有？好爽哦！
然后我们可以再开一个爽的，哎，其实我们可以先测试一下不开水下蛙跟剑齿虎有多少伤害好吗？我想测试一下这个东西。然后我们开技能无视那个固定连击盾，所以这边直接熟人就好了，我们只要确保我们消到六种珠子就行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对这个伤害可以有多嗨。哎，其实这很爽哎，这很爽哎，哎，这很搭哎，这对我现在起鸡皮疙瘩了哎，这对怎么那么搭啊，好恶心哦。可以直接触发减伤，然后又不用管黑白珠，怎么那么爽啦、啊、官方马上改，不会要冲突吧。长柱破罩，哇啦啦啦啦啦啦，失去语言能力，然后我们再开这两个，好爽哦，这样才是应该有的强度哎，这样才是，我觉得这样真的完全 OK 了，这样完全超棒的，而且这转速时间超爽的哎，就是这对了啦，该都玩什么大便啊，该都在玩什么大便啊，这真的很爽哎，差很多哎，不要被暗改了，不要啦，官方，这很爽哎，不要暗改好吗？每回破罩，真的是最优解耶，好爽哦，好爽哦，就应该要这样玩才对啊！我快哭了，怎么那么好玩？这游戏怎么那么好玩？莉莉丝怎么那么好玩？莉莉丝启动，真的哎，这才能被称为启动哎。刚才我都在玩什么大便啊 ？Hello， 玩过这队之后就不想玩其他队了，真的哎。莉莉丝只有这个配置能有搞头哎，其他队真的是坨屎，真的强烈推荐大家用东这队，舒服程度直线 up 啊，差太多了，真的。刚才说了大陆戏法也不听，对不起，我的错。四兆。干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为什么四兆？什么鬼？啊！而且还有减伤80%哎！哎，这很恶心哎！这对情况，情况变成难以理解了，难舍难分了。情况很糟糕，变成难以理解了，怎么会这样？靠呀！这对唯一一个最大缺点就是实体血量很少，就这个缺点而已，其他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缺点。哎呦，现在要这么恶心，没有关系，继续做坏。等一下我读一下技能好吗？我记得有人无视弓前盾欸，啊不对啊，我减伤80%还可以硬扛欸，我怎么直接扛下来欸，我直接扛下所有个欸。哦，他是不是直接无视弓前盾啊？陆西法是不是无视？对，我记得有人无视弓前盾。哎，对啊，那直接打就好了哈，好，直接打就好了，也不用再打。可我只想要测试看看内剑减伤80%减伤有多恶，好不好？看一下，我只想要测试这件事情。敌人39万攻击耶，39万攻击耶，干嘛？你干嘛那么猛啦？你干嘛那么猛？你为什么要这么猛？然后这边要魔族的珠子起手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那个整版一消了，整版撸成魔族珠就可以整版一消。我来看一下伤害，你干嘛那么猛？莉莉丝干嘛那么猛啦？哎呦，而且路西法大家都有吧，对不对？好狠哦！当拿破仑不吃连击就等这样吗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哎，对耶，这跟拿破仑的血量差不多哎，然后减伤都差不多哎。靠，这根本是拿破仑在世吧？25兆，姚天使直接起立，鼓掌，各位。靠，要这什么东西？起身鼓掌啦！好，接下来的话，我们直接开这个共鸣。强化珠啊，没有水强化哎、欸，靠腰完了，怎么办？他打多少啊？他打20万哎、欸，我直接暴毙。这边就是赌水柱天降了啦，无色无数，谁无色无数？
哦，对啊，我无视腐化啦，对我们哦，直接手转就过了，感好爽啊！哎，可是现在还有魔族族一消吗？全体再度起立，还有一消哎、欸，还有一消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想测试一下整版一消多少伤害，好爽哦！路西法无视无数哎、欸，干你啊！怎么没有魔族族啊？哦，他是撸出来有魔族族啦。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，整版一消，各位爽一下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要新出骑手。对不起，再一次 ，NG， 评价大逆转。干，有了路西法。怎么可以差这么多啊？靠腰，这完全不同队伍了、欸，太他妈恶心了！完全要抛弃掉旧有的思维耶、欸，不能用之前那个组队逻辑，要用这一队才对，这个才是莉莉丝完全体，太恶啦！哇，38兆！压在地上打，看这个有谁挡得住这东西啊？干操他妈恶心哎、欸，超恶的哎、欸！这队想怎样？要来毁灭世界的吗？还有超爽的转租时间呢、欸？这什么小啊？不上修还好，一上修把人家卡片做坏是怎样？对啊，不要再合体了，路西法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官方这个不能改掉吧？这个不能再用什么？哦，我们发现到这个技能有冲突，这种骗3岁小孩的理由改掉了吧？这个没有再冲突了吧？还是说又要用什么 bug 了？不要吧，这一看就是正常组法啊，对不对？官方你真的不要再暗改了，没有，这我跟你讲，现在如果莉莉丝。没有路西法这个体系，就真的是垃圾。有了这个体系，才能称为是可以玩，而且很好玩。官方，求你不要改掉，这东西真的他妈太好玩了。好，这有4颗暗珠，这里4颗，然后我们直接手转，叠珠一下，慢慢转就好了。OK， 这里，然后我们该暗珠起手，所以说这样子。应该有叠到暗珠啦，走。战友阿图姆，我觉得没有比较好，因为我没有试过。就是双队长是莉莉丝的，他目前的伤害是最高的。队长的阿图姆都没有这么好，伤害会低一半左右吧，但是也可以玩了。可是打阿图姆就显得很没必要啊，因为你要减伤的话，这对黑八风可以给你啊，对不对？啊、阿图姆的减伤也没有用啊，然后阿图姆的技能本身也跟莉莉丝不太搭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觉得副队长搭阿图姆不是不行，但就是没有特别有必要，只能这么说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队才真的是玩出莉莉丝的精髓，靠背那个伤害很恶心，所以这就是我之前分析影片一直在讲的嘛。有些在嘴我。就是我之前分析里面讲说，莉莉丝绝对是很有发展的一张卡片。问题是你要让他的这个共鸣体系可以搞起来。你看，这就是我那分析里面讲的东西啊。但是官方死活不做，官方死活不做售后服务，在这个莉莉丝出的这一两年内，完全不加强莉莉丝，对吧？都不出一个好玩的队员。你看，一出一个好玩队员，直接高潮，对不对啊？对吧？就是这么回事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可以开这个哎、欸，2回合一消哎、欸，很爽哎、欸。啊，我们开个2回合一消，好爽哦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整版一消，怎么输啊？这队怎么输啊？怎么那么好玩啦、啊？哎呦，这到底是怎么啦？整版还整版一消哎、欸，干嘛、啊？你要这么强先讲哎、欸。你要这么强，你要先讲哎、欸！哎、欸，看这边没有撸到哎、欸，完了，小失误。直接光珠起手了啦，哦，魔族起手也行，因为有魔族珠没问题。然后全部都要撸到魔族珠，然后再把它一消隔开。好 ，OK。快看，我们来看一下伤害。
这个转速时间多到靠北欸，完全乱转都可以欸，有超长时间可以隔开一消，对吧？你看多爽啊，整版一消爽到三天，我的天，这到底是我都看了什么。有玩出什么的初衷，不同卡片可以有不同的体验。对啊，回归初衷的玩法，43 combo， 哇，锁消整版六种珠子，看一下伤害。哎，敌人是末外落攻95%哦，还破罩哦，这什么鬼？想问一下，我到底看了三小啊？开这个二技能，我这边一定要光珠起手了啦。哎，不过我们可以开那个共鸣强化珠啦。OK， 然后还有整版一消，这样完全哦十兆哦，真的太扯了吧！而且这边我们完全就是磨整版一消，然后又可以有强化珠，我们来试试看。这个卡住的都不用管它了，而且我们还无视这个延吉相等盾，我们开莉莉丝二技能了，所以我们这边直接来输出一下，然后我们直接拉这个角色珠吗？我想一下，好像也不用哎。哎，可以拉哎，可以可以，我们拉这个角色珠，然后整版一消，然后再转三个十字，而且这个转速时间很长，根本不用害怕。哎，太变态了吧！哎，暗珠要五颗，没事，我跟你讲，就算我们失误又怎样？你看，完全不怕你啊，转速时间多到靠背啊，对不对？失误又怎样？好扯哦、啊！要不要这么夸张？这队要不要那么恶心啊？要不要那么恶心？我刚才都玩了什么大便？玩这队也差太多了吧？干！我不想说了。这队直接搞坏现在环境。哪有人平砍可以破罩？然后爆发又随便好几十兆在打的啊，好挺弱势，就是你啦，莉莉丝最恶配置，没有之一。